今天我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贵，不管你是总统还是老百姓，只要能点开我这个视频，我就是最幸运的，因为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会给我这个视频一个双击，一个关注。2019，祝您和您的家人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。如果你的手机超过50块钱买的，那就一定要给我一个关注啊，谢谢你啦。今天我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贵，不管你是总统还是老百姓，只要能点开我这个视频，我就是最幸运的，因为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会给我这个视频一个双击，一个关注。2019，祝您和您的家人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。如果你的手机超过50块钱买的，那就一定要给我一个关注啊，谢谢你啦。今天我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贵，不管你是总统还是老百姓，只要能点开我这个视频，我就是最幸运的，因为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会给我这个视频一个双击，一个关注。2019，祝您和您的家人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。如果你的手机超过50块钱买的，那就一定要给我一个关注啊，谢谢你啦。今天。